好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。中国人醒醒吧，西方有个老头叫耶稣，他从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，反倒他的子民曾经走成八国联军，不远万里侵入中华，杀我同胞，烧我圆明园，夺我资源，可悲可叹。现在只有耶稣的子孙才跟到他过生日，同胞们，你们认为圣诞是你们的祖先跟他过生日，那么为什么还不滚到外国去呢？东方有一位老人，他带你劳苦大众、大土豪分田地，赶走了外国强盗，又经历了25000里长征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3座大山，让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，挺直了腰杆，当家做了主人，让中国人赢得了尊严。但是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。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，我们支持中国人，我们要过中国人的伟人节。中国人要过人民节，中国人要过人民节，中国人要过人民节，中国人要过人民节。反对圣诞节，反对圣诞节，圣诞节滚出中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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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我就开进去了。一起给老师回答，十二月二十四号什么节？平安夜。十二月二十五号什么节？圣诞节。十二月二十六号什么节？啊？没节，不知道是吧？不知道十二月二十六号是什么节日，不知道是吧？哎呀，真可怕！说。毛主席。毛主席怎么了？那个生日。哎呀，恭喜你！还知道有一个知道呢。那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生日诞辰日。哎呀，居然谁都不知道，把那外国节，那他崇洋媚外，把那外国节过的，哎呀，那简直了。今年你们给老师不要过那个十二月二十四号什么二十五号那些节，不要过啊，你们过一下二十六号那个节好不好？哎呀，那是给中国人打下江山的那个老人他的生日，你们给他过一过。天哪，太痛苦了。拒绝洋节，从我做起，传承文明，过中国节。在此呼吁自然二十多方，利用高谈判复杂安全问题，广大市民团结合作，为维护2017年平安夜、圣诞节期间我市城区的交通秩序、治安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的规范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局法》有关于实现无法经济88888，关注中央办公室市博物馆上2017年南京太平南路长府街圣保罗教堂排了3公里，前边全是警察，全是警察和特警啊，在这个秦淮区啊，在圣保罗教堂啊。长府街啊，走一下，我开进去了。